我觉得没什么不同吧，主要还是做好自己。然后其实今天上场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，就是临时通知，然后我今天要上场，所以就是既然我觉得只要上场的话，自己肯定也会全力以赴去对待每一个对手吧。我觉得整体其实还可以吧，因为这个场馆也就是没什么太大的风向，然后球速也比较慢，所以就是适应的还比较好。然后今天整个投入的也比较快，因为我觉得是团体赛嘛，肯定每一分都很重要，所以也是积极的在调动自己。我觉得我们中国队的整体目标肯定是去夺冠，然后去卫冕。但是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守好自己的这一分吧。不管是谁上场，我觉得我们的目标肯定都是一致的。然后，我觉得在场上，然后每个人把自己的位置守好，然后把细节做好是最重要的。